卡布迪斯堡遗迹光束解密，右上角位置。先去交互一下。失去两个零件。对准左边的长按旋转。这样就可以了。上面被挡住了，去清理一下。这个会炸的，可以先用弓箭打了。这个摩拉盒子也挡住的。飞起来，拿一下神童。偶遇珍宝，